豆子们长成了巨大的藤蔓。哇，妈妈，看！啊，真不敢相信！看到了吗？我没说错。是的，藤蔓伸到天上了。上面会有什么呢？我想爬上去看看。太危险了，小心！别担心，我爬树很厉害。他开始顺着藤蔓往上爬，他爬呀爬呀。哇，好漂亮的城堡啊！喂，有人在吗？你是谁？我叫杰克，我很饿。哦，可怜的孩子，我来给你一些吃的。谢谢你，夫人。我丈夫很快就要回来了，他要是看到你会吃了你的。突然，城堡开始摇动了。快点，藏到柜子里。我闻到了男孩的味道。没有，这里没有男孩。他让我更饿了。别傻了，午饭给你做好了。真好吃。亲爱的，把金母鸡给我带来。给你。魔法母鸡下几个金蛋。金母鸡下了几个金蛋。